哎呀，要来出去啊！是哪里烧起来？在那个变电盘啊，变电黄那个那个电啊，变电黄这上面啊，它也有那个马德里啊，哎，啊就是我们那船上都有一个变电黄，每艘船都有啊，有那个空中会那个外面那个灯泡嘛。一定要有栽种，啊，去的话就是看到他那烟还有火，从那边来用灭火器要给他灭，一下雨都没有办法，啊，没有办法，就一直就没有办法，对，就出来那个烟就全部两边都跑出来，连人都没有办法进去了，连救生筏也没有办法放了。那、啊、你们人有没有受伤？啊人都没有受伤，那个时候已经快要到了嘛，叫起来要叫起来要整理了，整理东西的。啊，就是有那个有鱼啊，所以要叫他们先起来哦，先起来那打水了，或者那个工作先预备。我们进港就是要卸鱼的。哎呀，啊那个两部那个卡车也在这边等我了，那个。损失很多啊，没有办法，就是已经，已经，那打鱼一辈子了，啊，买这艘船都全部都没有。